先去自家 BlackBerry Key 2推出精简版手机。苹果新闻网记者抢先拿到Share 互惠时机，赶紧来开箱测试。那它的萤幕是采用 4.5 寸的 LCD 面板，解析度呢是1620×1080，对比呢是3:2。可以发现它跟 iPhone XS 的 19.5:9 就有很明显的差距。机背是采用聚碳酸酯的材质，摸起来手感不错，而且可以防滑。边框上面有音量键上下控制，然后有电源键，然后还有一个快捷的按键，按下去之后呢就会出现 Google 助理。如果想将我关闭，请轻触返回或主屏幕按钮。提供 USB-C 连接线和 9V2A 的18瓦快充充电头，本身电池为3000毫安时，官方数字为22.5小时续航。最重要的是，机身保有35个按键 ，QWERTY 标准实体背光键盘。实际打看看实体键盘，不错哦，也不容易误压。如果你要使用 Burp Murphy 的输入方式的话，你还是必须要回到触控这边，或是用汉语拼音的方式。比如说我打不就是 BU。或是下载第三方 App， 像是倚天输入法或是 G-Sync 来解决这个不便性。特别的是，在空白键上有一个指纹辨识解锁，也可以当作拍照快门使用。键盘上 Speed Key 的设计，可以设定长按或短按，快捷开启功能，很方便喽。主镜头1300万画素加500万画素，没有支援 OIS 防守帧。实际拍摄呢，它有比如说像是人像啊、全景啊、录影啊，可以发现，在人像模式下，它是可以显示这个景深效果。它在虚化的边缘做的其实不是那么的自然。前镜头呢，其实它是800万画素，可以选择这个美肌的模式，美肌开到10，它有点像是整个像素打糊的效果，朦胧掉了。其实呢，在中阶机来说有点偏贵啦，不过它就是有这个叫做键盘嘛，所以对键盘控来说应该是有蛮大的吸引力的。不看动新闻，我就是硬要用键盘啦，怎样？报道来爆料，每月有赏60万，一经录用现报1000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，每周点击率冠军奖10万，月冠军再赏20万，你敢爆料，我敢给钱。